几工来，一直甲大家人分享，也是提醒哦，咱人爱为善啊，莫作恶啊，为善得福千古，经为不变道理哦。自古以来都是安尼伫咧讲，何况啊佛陀呢？勤巧教育，这是千古以来不变的道理，所以大家人要深信不疑呀。大家人为先做好啊，就是为着要使天下祥和，利乐人群以应行哦。只要人人肯发一粒心，那道理之下有分寸嘛。道人向善就地，咱中国做人真水，嘛是真有道理呀、啊。道路的道啊，那么下面啊一字寸字，都是。因道的道，所以咱人人啊，应该爱做一位不只是行道的人，咱也搁多爱多一分寸，咱带人向前，哎，行迄个善的道路。所以呢，会当度人向善就利，唔通脱离这个利啦吼。这呢是咱人人的责任嘛。现在社会呢，好亲像回归伫迄种民智未开啊、混沌的社会，无法度知影真理，所以拢是是非不。混啊，社会才会乱嘛。所以咱人人，咱爱用真正的清楚、正直、清净这两心嘛，甲大家人安尼呢，引导到迄个真实、正确的道路去。所以咱爱会记哩。道义之下有分寸嘛，那才当道人向善就地，所以爱会要用心啊。先来讲一段的故事，也就是讲，在大陆啊，丛林一个小庙啊，真简单，一位啊老师傅，那么一位年轻的沙弥，那有一天啊，这位老师傅啊。就带着这位年轻的沙弥，伊去寺内去化缘啊！啊，寺内顶上的人对这位老师傅嘛是真尊敬啊，予伊真多的粮食，也有予伊呢，这现金转来的这个中间。看到一位老婆婆啊，好亲像巴肚真枵啊，身体无法度好支持，就倒伫路边恁啊。一当阵呢，这位老师傅啊，就甲这位年轻的沙弥就讲来，会食的干粮啊。留一寡
予这位老婆婆。同时呢，我那个放一挂现金，予伊呢，一旦恢复体力，予伊一旦平安回去厝里。这位年轻的傻弥啊，师父安尼甲讲，伊唔敢违背，不过心内呢，真无愿意。在安尼真无情愿的心境，安尼呢，就照师父讲的，甲伊留一点嘛，会食的甘霖，甲伊留一点仔钱。在那个所在，自己的内心啊，就是这样想，想讲，化缘这么多辛苦，也是希望可以回来去寺院，好好啊，把这间寺院呢，给翻起来，成为呢，真正的东方辉别的寺院。内心就安尼想啊，师父就带这位沙弥向前行。师父回过头来，看这位沙弥呢，无甲啦真欢喜，就甲伊问：你安怎遐无欢喜呀？做了好事，敢毋是爱真欢喜呢？这位年轻的沙弥啊，回答着老师傅安尼讲：做好事是真好啦，我嘛真想要做，但是呢，将来我嘛会做啦。不过，我爱等候，把咱的寺院拢起好啦，了后有春我会做。但是这当中，我已经用心来帮助师父起好这间寺院。老师父听了后呢，微微叹息啦，就向前行。过了几年后啊，寺院还未起起来，老师父呢已经。完整啦。那么，起码现在要兴建寺院呢，这个责任就是在这位年轻的。现在已经成年啦，也开始呢，筹备、化缘、等等，寺院总是动工咯。开始起啦，主殿起起来，感觉讲这个山这么真大，应该呢，也阁爱其他来配置，新房嘛爱起呀，哇，开始呢，都起了房啊，了房阁起好啊啦，感觉着讲这个山这么真大。需要升一个总理吗？